要跟各位介绍一个线上的服务哦。你记得我们上次有介绍一个好照片，有印象吗？有。哎，很简单的处理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不用管理也不错。那这个也需要，就是它可以快速帮你产生有点个人风格的漫画的照片哦。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哈，里面的网址打开之后，你到这边，哎，就这里进来了，这个台湾的。但是呢，你要创作的时候要先装一个小东西哈，这里。我们都知道 Face 要有叫 Face Player， 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它不是用 Face 做的，是用微软的，叫做 Silverlight。所以呢，要麻烦各位把这个执行起来安装。那么你执行的时候呢，会出现这样的画面，好，会出现这个，你就把它安装，立刻安装。装完之后，你的浏览器想要重新关掉再打开，好，重新关掉再打开。那么我们可以先再来看一下。看看别人的，他也有教学哈、哦，你可以看看啊，这里有最新的作品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可以变得像这样子，哎，也可以像这样，有没有发现跟单张照片感觉比较不一样？他就是像照那个、漫画一样，把你分成几格，你可以选择是用他内建的去画，也可以自己这样比较随性的这样画，都好，好、哦、都可以哈、哦，像。在这边啊，有没有？它你可以分成几格啊？像这样，像这个就是去背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像这个就是去背好的，有没有？自己去把它轮廓抓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、哦。那这里呢，你可以用你的 Facebook， 所以我现在先登出。好，你看你可以用你的 Facebook 登录，不过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咯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你如果用这些所谓的应用程式的时候，很多他都会要求存取你的资料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，他有没有告诉你说，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义贴我的？要吗？当然不要啦，我自己贴就好了。你要帮我贴，太危险了。大家了解吧？他应该会问你两个问题啦，哈，只是因为我登录过了，所以就没有哈。那这个登录之后，这样就可以。嗯。这样好不好？你先把那个装起来，把你的浏览器。重新启动之后，你再进来这个网站。各位，你可以登录成功。你说我要创作的时候，他会先到你的 Facebook 把你的照片抓出来。所以如果你们 Facebook 很多的，这里会比较慢一点。你跑过来怎么听你？所以很快哈、哦。那我就取消了，我也不用汇入。一个人有200 MB 可以用，所以应该还好。那在这边呢，他问你要不要透过教学。如果你要教学的话呢，你要确定。它就会有一个这样图示提醒你，有没有？那么最简单的方法，你看下面这里不是有些做好的吗？好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事实上就是它的这个叫一秒变漫画，它就有一些 sample 给你，那你可以直接拿来套。好，比如说你看，我把它点一下，好，它里面就会有一些 sample 给你，有没有？一秒变化，你可以先找，好，你的照片从这边找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其他的相簿。你也可以找别的，啊，比如说像这里还有其他的，像这个就是有那个什么脸型的啦，哈、哦，那还有告诉你啊，红色的字就是每一张上面自动产生的毛分数。好，我就先抓第一个好了，哈、哦，好，你就看你要拿几张，当然以后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，你有新的相簿之后就可以，啊、哦，就可以在那个哈。哦我先取消一下你的相簿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如果你的相簿你想要把它抓进来，从这边点到这里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增加，哎，增加，这个是新增画本哈。那相簿，绘图相簿哈。你看是要从脸书还是从你自己电脑绘进来？好，如果我从我电脑下进去的，你可以直接拖移过来，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去选，都好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我就传这边。好，比如说这里有一张，我就这样丢进来也可以，所以人家做得还不错啊。好，这样丢进来也可以直接用，这样你的相簿就有一个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这边，一秒变慢快。哎，你看自己的相簿哈、哦，就可以找到。啊，他刚刚那个针头不见了。事实上，它里面的这个还蛮多的哈、哦。我把这一张先删掉了。好，他不让我删，那算了哈，没关系，来，
我们就从这边。好，你没关系，你就自己找看看看你要哪一个哈、哦。好。好，找到了之后呢，假设我就随便找一个啊。它里面事实上有一些那个设定嘛。我说好丑啊。这里有进阶设定。你看一下哈、哦，你点了任一个啦，事实上点哪一个都没有关系啦。好，你点哪一个，然后它的下面这里有一个进阶设定，有没有？你看一次要几个页面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因为画的话粉丝比较多嘛。如果我只要一页，你就把它变一页。这里你可以选择你每一页里面有多少个框。假设你要四个，那就是有四张，就是一页可以放四张。好，一页可以放四张，然后每一个框的大小啦，你好，你可以设定。假设我今天是要预设的四个，那只要多大呢？预设是4:3，有没有？4:3的，就是我们这种比较长的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变成别的比例，也可以从这边。要不要产生格子？你看，要几格？你可以自己决定，这样有没有？好，如果你要格子的话，好，他都现在还跑出来。好，先不管他哈。好，如果你不要的，就一格。好 ，OK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先暂时到这个的预设值，就按确定。好，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你稍微等一下，它上面有没有就自动帮你变四个漫画啦、啊？好，好丑哦，哈、哦，所以你就找，赶快找一下自己的照片有没有？看你的照片啊，哇，这点一来，不明白，你点到它可以把它delete掉了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如果你是我们那个序列码的，我们刚刚有做 PNG 吗？像这里有做一张 PNG 丢进来，你看有没有是序列好的？这个就序列，我们就可以叠在这上面了。这样应该清楚了吧？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，你要打文字，这里有，有没有很像 Photoshop 的那种感觉？好、哦，那右手边呢，它的图附送的，点人的哇，可爱型的。都会考啊，这里呼呼呼呼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不用软体也可以哭得很高兴啊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做还蛮好玩的哈、哦。那如果你做好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存档，那这样就变成你的相簿，好、哦，就变成你的相簿哈、哦。那你也可以把它发布，你看，发布，你看哦，直接。发布好像是这个，发布有没有发现？如果你要直接送到 Facebook 抵押墙，就直接送过去了。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不要的，我们就是来这边去检视已经发布的画本，这里把它点，为什么不能点？检视啊，因为我还没有发布，我先发布，这里我都不要，好，我都不要等，不好意思给人家看。好，我已经发布完了。现在呢，你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想要只是要自己看，你就进来它这里，然后呢把这一张直接存下来就可以啦。你看做好的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按右键直接存下来。这个是你就我假设不要放到 Facebook 上的方法。好，那你要放到 Facebook 上的话，就照刚的方式丢出去就好了。这样会不会了？这样今天可以有一个作业吗？自己做啊，有没有超简单？有，但是你可以玩看看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可能就比较会说故事的。哎，有些时候我们用照片，就一张两张，你比较难说故事。你用这个方式来做哈，就蛮不错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Photoshop 里面类似的功能。好，那你说用哪一个好？都好啦。你能够做出来就不简单了，所以没有软体也可以玩得很高兴。